我是公关列车长代班，今年8月29号，新竹影站新竹影。18:03所拍摄的是。台湾高铁700T 型高铁列车，这一班应该是开往左营的台湾高铁700 T 型。那这班是168次方，发车经由那个西部干线中南段，开往彰化的，延误1200行，也是1203、1204，九辆编组的红斑马自强号哦，在新左营站刚死。不过下面的马扎们都在吊我们大脚，其实这班都很好抓，对吧？这班超级好抓，一堆都没有票的。哦，交会又是橘光哦。高架花段哦，拜拜。右边太变成桥了，台湾高铁的路线升上去了，然后在右边还有一段是它的机场，那个燕巢基地，对，燕巢基地。那下面的马站，这个就没到，就往前，就那么办。就那，再见。夕阳左边，超漂亮。啊，对，我要拍完这一段，抱歉，有点忘记，小健忘。9:40，对啊，不可能，他会要一个小时多，用3000英才跑得到丰原这样。哦，这段路就是有名的。那个什么路，男子那个百慕达，男子百慕达，左边是那个捷运，男子百慕达超可怕的路。那你飞起来了，一个人就是一个人，然后他不会有几条，他说就是几条没带班，那时候的，我上个月就去了。男子站准备通过。哇，这新道闸了，所以他才要还速的。男子站到站。刚刚是开到台南的男子 ，Hello， 男子又遇见你，男子拜拜 ，Namaste， 男子 ，Namaste， 通过，好，就那，拜拜。